就飞出去了。啊，有点难。后面去了，好，拜拜。幼鸟吃饱了吗？啊，现在公鸟飞出去狩猎了。好，休息了，我就不拍你了。看下一步要去哪里？等公鸟抓食物回来吧。回来了，回来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，回来了。又给他了。又一只了，今天第三只了。哦，这只很清楚。要叼走其他的带回巢去了。不飞，母鸟也来，母鸟也来，母鸟抢走了，带回家，带回家了。哎呀，公鸟先飞了，来不及。你觉得等母鸟飞吗？我去拍母鸟，母鸟飞，母鸟在拔毛，母鸟在拔毛，公鸟还在飞。好，那我先拍公鸟。公鸟这样飞我不喜欢，不如去拍母鸟拔毛。公鸟你还不停，要停了吧。母鸟两只要出来，他们很厉害，是现在这边有三只了，今天都是抓过境的吧？回去，公鸟回来了，早上没有，我等母鸟这一趴，等母鸟拔完毛出去，带回巢穴，收工，喂完收工我就回家了。又是公鸟，我公母鸟一起拍进来。母鸟那边没有动，母鸟那边没有动静。点头。母鸟出来，母鸟出来，母鸟要出来。那边。我比较想等母鸟，公鸟飞了要理它吗？先追，追得到是你的。看我。刺激啊！羽毛又飘出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开始录像。他们没有抓食，哎，脚上有啊，有一只。不进去哦，漂亮，跳过去了，走过去，走过去。